你好，你好，先生弟弟，你叫咩名啊 ？Nuru Sadia。今年几多岁？29岁。结咗婚未啊？结咗婚。有冇小朋友啊？有。几多个啊？一个。一个小朋友啊？仔系咪女啊？个仔。哦，几多岁啊？7岁。7岁 ，OK。你喺香港做几耐啊？1年4个月。哦，1年4个月喺边度做啊？在薄扶林。哦，是薄扶林，照顾什么人啊？照顾 BB。BB， 为什么要1年4个月呢？我不喜欢两个工人。哦，有两个工人的 ,OK。你懂不懂煮中国餸啊？懂。煮什么餸啊？煮鱼，做菜。是。蒸肉饼。哦 ,OK。你懂不懂煲汤啊？懂。煲什么汤啊？煲胡萝卜汤。是。煲节瓜汤。哦 ,OK。你怕不怕狗啊？我怕狗。你怕不怕猫？唔惊嘛？你唔惊 ，OK 啦。你谂住喺香港想做几耐啊？6年咁多，OK 啦。唔该晒姐姐，拜拜。唔该晒，拜拜。